因应市场需要，巴斯夫针对聚烯烃提供新型的阻燃解决方案 Flamestab NOR 116。这是一种非铝非磷的化学结构，可以满足各国日趋严格的环保法规，在很低的添加量下就有良好的阻燃效果，特别适合在箔制品的加工，因为添加量低，分散良好，可以熔融加工，用于纤维、薄膜等箔制品的加工，可以降低断丝、破膜的问题，也较不容易阻塞滤网，进而提高生产效率。另外 Flamestab NOR 116可以和其他光稳定剂并用，没有互相冲突的问题，对聚烯烃的耐候性能没有负面影响。目前 Flamestab NOR 116在聚烯烃中已有许多成功经验，也通过多种不同的阻燃标准，例如 FMVSS 302、定 4102、NFPA 701、EVELO 94 VTM 等等，已经运用于人造草、防水卷材、防尘车套等等的应用。作为领导的化学公司，巴斯夫将持续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，以满足市场与客户的需求。